样啊？第一点，骑车不要玩手机。宣导一下哦，来，第一点，骑车不要玩手机。哎，注意来上啊！好，第二点，不要闯红灯啊。第三点，排气管不要改太大声。哦，你各位，我相信你们应该都做得到哦。哎，手机照不记一点照哦，来，来注意啊，哎，手机啊，手机啊。哦，你各位，我相信你们应该都做得到哦。注意来荡啊！不回家好孩子，你还在这干啥呢？哎哎哎，你们干啥呢？跟你们说八百遍了，咋还不戴口罩呢？别唠了，赶紧回家。老张家老五，你不回家好孩子，你还在这干啥呢？王老四，我没说你是不是？你可让我省点心吧，媳妇还没有，你还在这呢。各位观澜高手们，大家好！疫情时期，请大家不要在外面聚集。对，收拾一下可以回去了，不要再投篮啦！你们现在不需要实地操作，相信你们的技术，回去可以看一看观澜高手，补充一下理论知识。你看，还脱的穿的那么少，不冷吗？会感冒的。这边的帅哥们，大家挥手撒油拉拉就可以了。你那是个什么？那是个，你们是钻洞进来的呀？身材很好啊，你们。这个时候詹姆斯都不出来打球了。那个穿粉红色衣服的妹妹啦，你注意在哈、哦，这是我今天在礼拜看到你无挂口罩。刚刚你跟你男朋友在那边谈恋爱，我是能看到啊。特殊时期口罩戴起来也不会影响你们的感情，你们确认一下眼神不就能知道是不是对的人了吗？还非得让我们用无人机来飞你是吗？还没动起啦，撒完狗粮会记得谁去哦。戴帽子大哥，小飞机跟你说话呢，你咋没戴口罩呢？他在手里呢，那个手里能拿预防病毒吗？老奶奶别看了，这是咱们村的无人机啊，你不戴口罩就不要出去，不要乱搞，记得赶紧回家，回家洗洗手，对吧？注意一下卫生，对吧？咱们村这么多人都说你都说不过，非得派无人机过来飞你，对吧？回家赶紧休息去。